朋友们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元月15号星期日。今天我们再来做两期这个集邮的视频。这一期是中国邮票的，现在看到的是一些老季特接替票、新票和盖销票，还有一点文革票和编号票吧。这是。这是老基特的，这黄，那个牡丹花、金鱼，这是菊花黄，那个桂林山水吧，黄山，蝴蝶，这些票都是比较有名的了，这是几张文革票，文革的，还有那个编号。是这个生肖小本的，这是新的。这一本主要是老票，这是这个潘龙票，清朝的，还有一些商铺票，老基特的，对，阶梯票，这是都是一些新票，《红楼梦》的很有名的，这是纳粹的整版，这都是比较新的了，这是。加拿大出行的这个生肖票，对，这是整版的这个加拿大的生肖票，第一套，这个是这是个绝版的，这是汉口商铺票，这是一些这是一些小本章，也是接替票为主吧。好多，好几上百上百的这个小本章，太多了。那个时候兴趣非常浓，然后收集了不少。现在的话，时间精力和兴趣已经不怎么在这上面了，所以说有感兴趣的这个集邮爱好者的朋友，特别是大温哥华地区的朋友，欢迎跟我联系，咱们可以面谈，都可以商量转让。这个《红楼梦》的，这么多，这首日封的是好像是，这是那个生肖票的那个，这个这是整版的。这是民国时期的老票吧，还有什么帆船票、孙中山头像票、民国名人头像票，也不少。对，这一期的中国邮票就走马观花到这儿。下一期马上要做的就是外国邮票，也欢迎去浏览观看。有什么感兴趣的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系，感谢，下期再见。